天王扫方圆穿吊带出海，带4000名牌手练好阔绰腰肢纤细露肚脐。近日，天王扫方圆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和大家分享了一组和朋友出海游玩的照片。方圆慵懒地倚靠在豪华游轮的沙发边上，扎着高高马尾辫的方圆充满着青春与活力，巴掌大小的脸庞画着精致的妆容，手腕上的奢侈品手链格外显眼。据了解，这款手链的价格在4000多元人民币。在此前的一组机场照中，方圆穿着格子西装，下身搭配黑色裤子和高筒靴，整个人时尚又精致，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方圆此次的现身是素颜的状态，皮肤十分白皙。虽然方圆已经35岁了，但是脸上慢慢的胶原蛋白让她整个人充满了少女感，这与她平常细心的护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方圆会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平台上和大家分享一些护肤的方法，从美白到防晒，面面俱到，十分接地气。天王嫂方圆本就以模特出身，在结婚生娃后身材和皮肤状态依旧保持得很好，在自己严格管理的同时还毫不吝啬地和大家分享出来，这样的接地气的天王嫂很难不让人喜欢。